不过这边CC 可以收掉人头啊，全部的人员算是比较残血一点点，大军看一下，哇，居上去的反而是利益安的无敌状态挡住了。对，稳稳的吞下三路兵线，立于不败之身后，直接这样上还没有出现三路全爆之后，被你反快的，哇，星星这边进场了，直接把哈克收掉了，那这边的话上在里面砍起来。 首先是有CC击杀掉了，这边是控到，哇，哈克又被控到了，这我们说到了，哈克绝对不能被控制住，这个时间点闪亮一次推掉了中路的二塔，这边应该是直接做一个 end game 了。 这个中二塔好像有点难，这边遇到了两只，要一开了吗？哇，这边的话，看他直接开局，哇，这边后面所以你刚才出去想要说。 你从完全没有办法把做到伤害就直接倒下了，哇！这个尾收一直接爆开，我他们是不是以为逃掉了？哇，那这边很有可能一波一个，然后上路高地塔进去，剩下Benny，而且没有人鱼，真正的鱼人很难守住这波兵线。哇，这边的话血量最后进去的是新人，他也死了，哇！这边的全场好痛啊！ 这边是一个反S，这边中路有可能一波直接到底，直接回去吧。我们刚刚时间剩下30秒，直接一个串烧，把中路跟打野给直接串掉。哇，这个兵线进来直接结束了，这敲塔速度太快，来不及了，已经完全来不及了。兵线推出去之后，后面的兵线再进来，剩下三个人进去，直接把主堡点掉。我们恭喜 HQ 今天大逆转10000的一个经济差，值得。 已经不是现在的一线角了，他拿出来打跟鬼神一样，世界级的斯科德。